大武山，就很有自信的讲出来哈，这是我们的正山，叫大武山也可以，你忘记南北可以吗？好，这是我们东方，每天早上我们一看到我们的太阳升起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希望，这就是我们的圣山，我们的祖灵，我们祖先从那边下来。好，还有我们祖先的代表，就是各位看到的太阳旁边有很多的百步蛇，百步蛇是代表我们的保护神。好，所以我们不会去杀百步蛇，好，而且我们去保护它。好，另外呢，保护神保卫了我们，然后我们的人很团结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桃瓮，好，桃瓮就是象征我们的是一个团结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据说我们也是从桃瓮里面酝酿出来的一个好酒，好东西，好，我们祖先是这样酝酿的，跟水也有关系，所以大武山的水是全世界最好的水。这样子我的解说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？客人老师他应该也不是学水利工程的吧，哈，那我们又有导览解说的资格，哈，我们介绍的东西会不一样，会生活化，会吸引人，哈，他介绍的可能会像这样子，哈，比较新闻化的，那我希望各位未来要用小虎老师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把你知道的右边，比如我站在这边，右边是我们有两条很漂亮的溪流，这两条溪流是我们的生命，一个叫做莱瑟溪，一个叫做瓦鲁斯溪，会流成一个非常美丽的河川，叫林边溪，它的尽头就是林边，也是日本人取名的林边溪。然后这个地方的水对我们很好，我们的喝的水还有我们的农田灌溉的水都是来自于林边溪的溪水。另外呢，左边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大武山的山脉之一，然后也有我们的原始林的步道，啊，如果今天的导览或许没有办法完全走完，我们希望大家我们在改天你们一定要再回来，我们的步道现在正在整修当中，而且我们有种一些山姜，啊，野姜花开的时候就是要迎接你们来的时候，欢迎你们一定要回来这边，而且我们酿好的酒在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回来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回来？一定会回来，啊，你没有东西你就要讲未来的东西，哦，还有步道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人工一步一步的把它砌起来，哦，那后面呢就是我们来义的行政中心，哦，那边也有我们的最高学府来义，以前是国中，现在升等为国立高中来义高中，里面有很棒的足球队，也有我们的原住民的原本五级，好，我们沙涛的廖怡欣老师在这边无私的奉献，好，一代传一代的把我们原住民的精神，我们的舞蹈，用我们的婚礼的方式，用我们祖灵的仪式的方式，用他的艺术面把它呈现出来，希望大家未来我们的展演场盖好的时候还要再回来，好不好？还有各位住在台北的最大的叫做国际歌剧院，我们的沙涛就有在那边演出，如果我们到时候请你们留下 email， 方便我们到时候提醒大家，一定记得帮我们捧场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很棒的。这个来注意看，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，林边溪的溪水两个汇流之后流到了我们的集水廊上，还有岩盘这个地方。看看图说什么？说故事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用讲太多啊，哦，然后。盘上利用河水渗透的原理，一天就能够实现500公顷的灌溉用水。来，请问采访团队带您实地去，什么意思啊？南水南。在南部县市一个个拉起供水严重短缺警报的同时，大爱新闻采访团队深入屏东兰宜乡山区，却发现了丰沛水源。还没进去过，真的下去谁带的？你们应该认识吧？黑暗中下水车拖，他们里面有鬼。有蝙蝠，有鬼。谁讲的？小时候我们小朋友啊。男生啊，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吗，那个是老人家特别交代，对，因为真的会出事啊。请问这
个隧道的长度，那就是我们的老师丁特士老师要记得长。是全长320。地下七公尺。来渗透到地底的核。深度几公尺？七。不要讲七，要讲七到九，啊，因为它有的比较深，有的哦，不要给正确答案呐，就是七到九公尺，长度大概228公尺，哦，会加个多少公尺？水流过三角形截面断口。我的泡泡也会有更多答案的哈。积水自然流入地底下的积水廊道。好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积水什么廊道？它，啊，什么形状画起来？你就画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。有没有？我们老师讲的都比较工程的名词了哈，所以。我老师都一直叫小虎回去念博士班哈，我生命不要浪费在那边了。念博士班很辛苦，要念的七八年，都老了，对不对？喝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喝起来是什么感觉？感觉。不要说自来水，他说自来水有那么好喝吗？没有吧。神秘的水源，这不只是前人的智慧结晶，更是。你看人家用几分钟开出来的感觉不错哈。灌农农场的灌溉主力。枯水期可以到25万吨，枯水期的时候可以到来7万吨左右，那么25万7万，好，写下来，这是科学学术研究出来的，七到多少？25，写下来。万哦，啊，7万到25万块哈，记起来哦，啊，这个是谁？屏东科技大学水资源中心的主任叫做丁特士，然后也是现在土木系的系主任，他是荷兰的博士，硕士博士，也是小虎老师的老师哈，啊，这样的上课方式有没有比较活泼？哦，啊，马上就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25万吨，这是供应给这个欧俊灌溉区取1500公顷的灌溉用水量。同样利用地下水作为取水方式的，是在高雄新编大高雄地区供水的。要不要看一下秘密武器？哦，你看这么大的高雄区。